由林柏宏、许光汉、王静主演的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创下了2023年最快速破亿的电影。林柏宏的精湛演技更是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之一。其中他在电影里的口头禅不敢相信，至今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。然而林柏宏透露自己把网红钟明轩当作参考的模仿对象，才能刻画出电影中的角色。对此，根据 ET Today 星光云追问到钟明轩本人，他表示自己看过这部电影，但大赞林柏宏的演技。不过他也谦虚地说，林柏宏演的是自己的样子，并不觉得是在演他。更说到导演是直男，是给他一个偏激的荧幕形象代表。我觉得他演得很不错，只能说大家赶快去看看电影，就能知道林柏宏演得像不像了呢。